想当年我跟你说，大象痔疮我都给它治好了都。你这个大白天我咋给你弄呢？他就说孤男寡女的。哎，上来拉上。哎呀，这脑袋咋这么疼啊？哎呦我天，咋的了？浑身都疼，腰也疼的。我给谷歌打个电话，让他给我看看。喂，谷谷啊？什么玩意儿？谷谷，我还是你老姑父呢。啊，我大美。干啥呀？我找你有点事儿，你来我家一趟呗。啥事儿啊？为啥上你家呀？电话里说呗。哎呀，电话里说不明白，你快点来，我等你啊。干啥呀？姑姑，你咋才来呀？还有叫姑姑姑姑的？哎呀妈，那你说我叫你啥呀？这咋的了？这死出啊！哎呀妈，难受啊！不是难受，你上医院呗，难受啊！我不可以让你给我看一看，摁一摁吗？我会看栏目猪，我泡篮子，我会看人吗？人都说你看的好，摁的好，你就给我摁摁呗。过来吧。干啥呢？撞过来，往腿上躺。怎么样？好点呗？哎呀，别说啊，姑姑，这手法还真行。那你看，想当年我跟你说，大象痔疮我都给它治好了都。哦，你以前到底干啥的？最早的时候我还给死人化过妆。啥玩意儿啊？给停尸房。哎呦呀妈，脑袋不疼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那我回家了啊。等一会儿，我腰疼啊。你这个大白天我咋给你弄呢？他就说孤男寡女的。哎，窗帘拉上。你更不行了，那就窗帘拉上。要不这么的吧，哎，你晚上来呗，你晚上来给我摁一摁。再说吧，你晚上来给我摁完，我再给你做好菜。啊，我先走了啊。就这么定了啊。再定。哎，姑姑，我等你啊。我都暗示的这么明白了，他应该能懂吧。